成语解释知书达理是什么意思？光学会书上的知识还不够，还要学会送礼。哎呀，小小年纪倒还挺懂人情世故的。不对呀、啊、知书达理是指有知识懂礼貌还学会送礼物。那夫唱妇随呢？丈夫去KTV 唱歌，妻子尾随跟踪。哎呦我的妈，很委屈，谁告诉你的啊？夫唱妇随意思是丈夫说什么妻子跟着附和，是夫妻和睦的意思，明白没有？最后一个，一穷二白。你一旦穷了，别人就会用两只白眼看着你。什么？你是这样理解的呀？有人一穷二白，比喻基础差、底子薄，甚至一无所有。不是我每次给你辅导，你认真听进去没有啊？听进去了呀。听进去了，你还这样写？